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最古老的捕鱼方法。每当这个季节，这个老大爷都会来到海边，用这个网捕各种小鱼，然后卖到养殖区里面养家糊口。进来的朋友，在你手机不费任何电量的情况下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咱们今天晚上，兄弟们也不知道咱家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幸运啊，今天让我发现了两只怀孕的小白虾，咱们今天给它放回大海啊，希望可以给咱家老铁带来好运。进来的朋友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9:30左右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了，评论个6。见了一只海老鼠的出气孔啊，咱们一铁锹下去看看这只大不大啊。有的老铁进来就双击了，我祝您2019年啊都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，必发大财，好不好？哇你妈太大了，加上关注咱们映入你眼前，这叫六角恐龙啊，也叫蝾螈，几亿年前就有的生物，生命力非常顽强。六角恐龙代表吉祥安康，有的老铁见到六角恐龙就反手一个双击，速度那个快，挡都挡不住啊。如果说老铁你的双击给我拦住了，嘿嘿，那就加个关注，就会把这口井给卖过，然后你放个笼子里面就能捉到八爪鱼了。还真没想到真的捉到了。这天气一天天变冷了，有老铁进来觉得赶海挺不容易的，就随手点了个小红心，喜欢赶海的就随手点了个